如何将本地音乐、在线音乐、在线音效推送到直播间？首先，先开启我们的直播。打开我们直播之后，回到我们的导播台，点击我们音乐一栏，这是我们的音效。我们选择播放列表右边的小加号，导入我们自己喜欢的本地音乐，点击就导入我们的导播台里面了。我们点击播放。想要把音乐推送到直播间里，需要打开我们的音源扩展，这样子直播间里也能听到我们的音乐了。再次回到我们的导播台，接下来我们把在线音乐推送到直播间，打开我们的音乐软件，比如酷狗，点击播放，回到导播台，还是需要打开我们的音源扩展，要不然我们的音乐推送不到直播间里。随后还有我们的在线音效，我们播放一样可以推送到直播间里。也可以本地上传我们自己的音效。